到什么时间叫我过来也开始吧。今天这一期我们赶快开始吧。终于啊！我操，要来！好，那今天这集呢，一样会介绍一些活动。上一期叫的是杀枭雄哦，他们有时候会变奸鸡，然后有时候会变枭雄。笑死我喽！正六品，就大家可以自己慢慢按，然后现在宠幸一下。老爷吉祥，老爷，相公，相公，爹爹不来。老爷有何吩咐？这么两个福利活动，可是惩罚完那一个是什么？啊？发生什么事？我没跑出来。哇！宕机了。所以为什么用那个会宕机啊？不行，我这个人最喜欢。哎，奇怪，我的福利活动怎么这样？奇怪，我的福利活动坏掉了。我也太强了吧！我自己赢好多。等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那边福利活动跑不出来。话说有没有新的时装？看一下，没有。现在一起讲到哪边啊？萧剑对不对？很信。现在按这个好了，一人演给大家看。行耳弄懂，糟糕。哦，那下面他的皮肤属性。OK， 那今天到这边结束了 ，See you， 拜拜。